巴。张叶林子湖北队高低杠。腾身回环，带环180。并腿的叶格 ，Park 空翻，呆环的360，团身旋下，难度不算特别高，完成质量还行。高低杠的成套呢，包括是回环摆动和飞行。飞行就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这种由低到高的换杠，或者是相反的这种换杠。还有一个就是震浪飞行，也就是越杠，就手托杠之后再抓，这也属于飞行。那么回环摆动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正反掏，还有腾身回环，还有这个大回环，这都属于回环摆动。